葛黄是不是这个颜色？葛黄是第二个，对对对对对，是这个，是比较亮一点。等一下我们还是会下一点淡葛黄。现在哦，它这个会有点光哦，上面是稍微蓝，下面是稍微有一道那个有一点点像黄昏的那个光下来的感觉哦，所以我们来做一点那样子的效果下来哦。然后这边是比较偏蓝一点点哦，我们把大块面的整个的效果哦，先稍微做出来。好，然后这边带黄色，带黄哦。那这边也有一点带黄光的那个效果，所以我们稍微扫一下哈。这个人哈，先留一些下来。这个就，这就葛黄。那接下来葛层，再葛。接下来我要再带一点葛层哦。葛层，葛层是另外一种颜色。葛层是另外一个。这个那个。对，然后这颜色让它留下来没有关系，你就下水让它留下来。哦，葛城这边哈，略微再多一点点。竟然记得颜色，不错哦。没有。好，来，朱红。没。下一点朱红。加一点朱红的效果，感觉下来。人避开一点点，大概就好了啦，没有避开也无所谓啦。然后红者，红者色，刷，再刷。这个阶段哦，尽量刷，把颜色刷一刷。刷这样子，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带一点下面带紫色的。下面，因为吼下面是比较没有光的感，是没有光的感觉吼，是暗面的地方。哦，灰紫、红紫进来。灰紫哦。对，灰紫色吼。灰紫色怎么加？紫。蓝孤蓝加一点点红紫，然后加一点点橘，就刚才那个橘色带一点点进来，让它流进来哈。好，刷一点水。这样刷进来。哦，这颜色。灰紫。灰紫。好，带一点点蓝。哦，孤蓝。随意加哦，你就随意点一下没有关系。孤蓝就是很亮的颜色。对，人的裤子这边哦，全部我们下刷，留下衣服的白就好。让他穿，先让他穿制服。没有了。我们，然后这边哦加重，哦加一点点红紫加啊，不是。葛红吼，加一点点胶质。还是你这个屋顶没有？没有。对，等一下再画。现在还没有画，等一下一起。这屋顶要画。啊？哦，这个没有画了，这不好看，不要画。不好看。嘿，那个不好看的我们就不画。好，来上面这个地方，刷，轻轻刷一点点水哦。来，孤蓝，哦，来上面带一点点全青，这样子刷下来，哦，先刷这样子的感觉出来。好，那接下来这边，哦，我们可以先稍微做一下。
哦，孤兰哈，一样，颜色刷过来哈，约到这边哈，稍微让它亮一点，哦，加一点清水，让它晕进来，哦，颜色上面不要让它太过于均匀哈，让它一块一块的，没关系，哦，然后这边留一道亮的下来，哦，好，这边留白。好，哦，晕下来。好，这边的彩度再略高一点点，所以我下一点点群青色进来。好，哦，群青色多一点点。好，哦，这个。格子哈，你也可以用留白胶先留了哈，留下来之后你会比较好处理。哦，这边留一点点黄色的下来哈。哦，这样子，好，再来。哦，靠近 亮的这一面，哦，我再加深一点点，哦，全青色再来，哦，加一点点刚才的那个橘色进来，哦，靠近这边，哦，稍微加重，老师我有个问题，请说。你说你像刚刚说你加重对不对？那，为什么我们在画那个水就会流下来？你就卡在那里。因为这边有线，这边没有水，这条没有水在，它就卡在那里。有水它就会往下晕，它，啊，没有水它就会卡在那边，哦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要那个算一下你那个水的，例如说你做一条水线，它就不会往下流了。哦，所以你因为那里，我想说我们就在加水就下来了。你如果有一条水线，它就不会往下，不会往下流了。好，另外这边。大致上，我们先把这个光影度整个先拉出来，好，那接下来这边红的，我们再稍微红一点点，哦，朱红，哦，这有光的感觉下来，哦，朱红下来。我做一些 它其实这边，哦，有一些光很大的光晕的那个感觉过来，我们把它稍微再赶快现在就把它做出来，哦，人的头，哦，先做一下，哦，这是影子的部分，哦，光影的部分，哦，先把它这样弯弯曲曲先做出来，哦，这部分，哦，然后照这边比较深，哦，所以这边绿色的部分，哦，我们现在先做一些
再来。哦，这是树的部分了，我先让它整个都晕在一起哦。下面的地方，哦，红色这边。哦，车子下面这里。暗面，后面这台车子的暗面。这边摩托车随便点一下，哦，这边小小的摩托车，我稍微坐一下。公车，哦，公车的部分，哦，暗的地方，哦，加一点点叛逆灰，哦，然后这边还有一棵树，哦，这棵树也一样，我们用灰紫色来做就好，对，哦，比稍微收干一点点，哦，老师，你全部都画进去了，对啊。就后面有几栋房子没画啦，因为这个，嘿，后面有几栋房子我就没有去动它了。嗯，坐一下，这边有点树，这样子整个的感觉出来哦，颜色比较，等一下哦，这样子淡一点，这样可以的。对啊，就是俩杯。加不三五，好，来不管，继续来哈，这边刷上来，好，留一点，再刷，这边再刷过来，好，越到上面这个地方哈。越到前面越来越深，哦，越来越深。哦，这边会越来越重一点点，往下拉。好，这边哦，带一点点颜色上来。带一点线条上来，哦，就是那个玻璃的反射，下面那个暗的地方，哦，这边带一点绿，好，这边，哦，让它深一点，因为这个算是我们的主角，哦，所以我让它再重一点点。这地方加重，哦，这里上来，这个是什么颜色？这个是那个欠枣红加，哦哦，加那个，诶，我刚才加了什么颜色？我们没记起的欠哦，这边
加下来，刷进来，好、哦，带过来，好、哦，然后我填一点点。老师，茜草红也是基本颜色。嗯哎、欸，对，茜草红是基本，因为它是暗的红色，我们把它列成我们的暗，茜草红，对，我们把它列成我们的暗的红，哦，因为我们必须要一个暗的红，一个亮的，一个暗的，那因为红色调不出来，哦，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保留。那胭脂红那一种就那个不算一定要，没有没有，它可能要在画那个花的时候就会。就一定会用得到胭脂红，对啊，因为那个也调不出来。是，哎，哦，这边，哦，把这个强烈的那个光的感觉做出来。然后这边，我上面会有一些凹凸的这个地方，哈，线条。拿出来，哦，这个这边这个感觉，哦，然后窗户刚好扁笔，来，哦，这边拖下来，我觉得到后面会越来越淡。茜草，对，茜草红加，也就是茜草红刚才加绿色，加了一点点绿哈，下面虚掉，嗯，哦，这样子窗户就出来了，哦，然后如果你要再画细一点点，靠近上面，越到前面的地方哈，哦，略加一点点那个焦黑赭色进来。请问一下老师，刚才虚掉是加水吗？对，我是加水而已。哎，水不要太多，轻轻刷，因为刷太多会把下面颜色全部洗掉，你就渐层下来这样就好了。好，哦，记得你那个用水量，哦，关键点在用水量而已，哦，好，这边这个门也是一样，但是因为下面是啊，这边有旗子呢，好，算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再来说。哦，真的，老师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本来有旗子，我们要留旗子？哎，不是，哎，刚才那个画深的地方的时候，要把旗子先留住原本的那个原本底色的那个第一个颜色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再画就好。哦，好，那个门，旗子，那个门画这样，有没有？旗子虚掉就好了。然后往下虚掉。啊，可以不要插旗子就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把它给拔了。为了市容整齐。为了市容整齐。嗯。这个直接脱掉两脚好不好？禁止脱鞋。人行道。全部封闭。哦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边。暗的部分继续来，哦，这边，哦，它里面有一些东西，哦，我们先做一下，哦，暗的来做，啊，因为它这个有点光很强的感觉，哦，到这边也是，我们稍微让它重一点。这边稍微深一点。
这个角落哈，这几个角落哈，稍微深一点点。因为它还没有完全干哈，所以就趁着没有干的时候，赶快再做。哦，把它的亮暗的对比度哈，再拉强一点。哦，可以一次做完的哈，我希望一次做完哦，这样速度比较快一点点哦。但是你们未必可以，未必要做到这么快啦哈。有时候慢慢一层一层做，效果也会还不错啦哈。哦，这样子这边哦，跟我的地方。那下面这里，这边把这个红色的下面这边哈会有点放虚掉哈，然后这边里面加深，哦，你加深之后，这个门就会跳出来了哈。好，这边的人，我现在哈可以稍微画一些，哦，跟着前面的一起画哈。比如说红色衣服，你就直接画红一点点，往下刷。哦，然后这个男生的衣服是条纹状的。就画条纹状的，哦，直接做。好，背包包，那个白色衣服我就完全留白不动它哈，哦。背包包的，我就让它背包包。哦，裤子，哦，黑的晕下来，晕到我刚才。可是要干了才能画的。对，干了再画哈。一起做哈，然后头的部分我都画过去，不管我先画过去，等一下我再把头点深一点点来做。哦，这堆的人的部分我就会跟着前面后面的背景一次把它做完。哇，这个人很胖。老师你没有啦，我故意把它画胖的啦。你条纹的做出来。哎，对对对。画的多细？有啊，这里。哎，我稍微把它画胖一点点啦，这里呀。让它的胖瘦哈，变化再丰富一些些。稍微把这边吼，稍微再做出来。这边有人，哦，然后那个，马路啊吼，马路吼加深，你加深斑马线就会跳出来了。所以斑马线不要留白，哦，不要留白，因为它在暗面里面，哦，不会是白的。有没有斑马线这样就出来了？哦，不要，因为留白会太白了，哦，
所以不用留到那么白。嗯，这样整个效果好、哦。然后这边可以晕到这边下面来，这样斑马线的部分。再加一点点，这边我们很自然的让它留下来，哦，让它晕在一起，哦，这样的效果。哦，然后前面这个再做清楚一点点，哦，把这边的斑马线再做清楚一点点。这样，这斑马线这样就出来。好，靠这边哦，一样，我们再画一层，但是这一层哦的颜色哦就要比这边哦略微稍微再淡一点点，因为这边有这边的斑马线哦。嗯。越来越粗，越来越粗。哦，这样子就好了。哦，这边可以不见得要画得那么的清楚了哈，所以这个。在虚实之间的变化未必要像原来的那么的清楚。车子的底部，车子的轮胎底部的部分，我先把它做出来。这样子，然后这个人，哦，黑色衣服，哦，这里面还有几个人哦，在里面，哦，但颜色不要画的，就不用分得很清楚了哈。嗯。给他画个黑影。哦，下面比上面比较深，下面淡一点点，哦，有一个影子的感觉下来，哦，然后这边后面的那个窗户不是那个那叫什么，反正就是类似跟这边一样的地方，哦，趁现在画一下，哦，到下面虚掉，一样下一点清水，哦，让它虚掉一点过来。这样子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这边哦再略微加强一些些，好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影子，后面大楼这边有一道影子，嗯，好，哎，这是哈密瓜，对，哦，这啊，没有，你不，西瓜讲了一个笑话，我们没听懂，说这是哈密瓜好甜。哈密瓜，哪里写的？哦，他说这边有写个哈密瓜好甜，真的假的？是啊 ，hotel。名字叫哈密瓜，哈密瓜好甜。那个台中，台中人啊，台中的 hotel 有一个系列，全部都用水果命名。真的哦，对，叫什么哈密瓜、柳丁，你自己去查就知道。奇异果，真的全部叫。那草莓一定，老师怎么那么清楚啊？哈哈哈！哎，你写了吗？晕倒，秘密被揭穿。嗯，不能乱承认，有录影。提醒他。还好，还好老师没讲。哎，还好刚才没讲什么。嗯嗯嗯。这边呢，我们稍微再加重一点点哦，把光影度哦，把有一些影子的地方哦，影子加强，这样看起来它的那个轻重的部分哦，会比较有变化哦。然后下面这边还有一道阴影。这边可以加一下，然后那个旗子，
定了吗？哦，旗子的部分我们可以再做。哦，这个旗子的部分哦，它有一道一道的旗子哦。嗯，有这里。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下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人了哈，来，来画，把人哈加上去。前面这个人，这个穿白衣服。Hey, 对，因为我们，因为我们哈，下面已经有蓝色的嘛，哦，重点就是不要让它那个白色的太亮哈。那当然不够亮的地方，我们还是可以用亮的颜色来处理它。好，那我们先这样来做哈。好。所以不让他穿白衣服，这个也很好看，也不是不让他穿白衣服了，不是这样太那个吧，太抢眼了。哎，等一下我们可以还是可以做一点那个用不透明的去做了哈，但是我们先这样，哦，手的部分，哦，这样子先做，然后脚，哦，前面比较淡，哦，然后旁边稍微重一点点。让它消失掉，哦，嗯，哇，它有提一个东西。好，裤子稍微深一点。裤子稍微深一些，然后帽子。带一点黑，哦，过来。哦，这人的部分，好，亮的地方我用点降落色，降落色，嘿，老师是哪个降？哎，姜，降落色，哎，不透明，哎，它其实是不透明的啦，哦，做亮的地方，哎，做衣服亮的地方，哎，就是肉啊，肉，马，马，那个是这样的色，对，所以你不用当纯白色就对了。嘿，欸，纯白色还是要准备，但是这边不用用到纯白色，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这边就会有一个 亮点跑出来。可是你说那个颜料是好评里面就有这个色，啊？对，欸，很多颜色里面都有了。对，嗯，不会好评，欸，好评，因为我是用好评的啦。好。然后这边后面的人头的地方，人哦，我们让他多做一点，大家都会在这边拍照哈，哦，头。往后面哦，啊，这边人的部分，哦，这边的人往里面走，等一下这几个人，我们让他往前面走哦，嗯，咖啡色的。哦，这边，这个胖胖，嗯，哦，跟你讲，自动自动，人家要瘦，我们给他放那么胖，而且屁股很大，老师，你把他画太大。没有，他只是想让这边的胖瘦变化大一点而已。但他变好胖，但他也不愿意。可是如果这一张，是像你画的这么漂亮，不是我啦，那可以挂上去，挂家里的话是吉祥颜色啊。如果是这个。画人的话，应该不会里面跑一个鬼出来。啊，什么意思？听不懂。不要吓我，不会啦。我开玩笑啦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像我们都有画人嘛，
它有些东西其实都画得很漂亮，然后挂出来应该也没关系啊，在自己家里也是算很喜气的，像这个是这个意思，这个意思的，还是不要误会。不会啊，不会啦，不会有什么，他怕啦，不用怕。老师那太逼真，然后出来，不会的。就是远方比较小的人腿，还是要给他画出来。对，要画前后。你只要做，画个前后的感觉就可以了哈。这样子前后做出来哈。这个人骑摩托车。我们已经画过摩托车了哈。嗯，有画过一张。对呀。你怎么了？累了。摩托车，它的这个的屋顶有反光，旁边的建筑物哎、欸，嘿、嗯，对对对，能画吗？哎、欸，因为我没有画就不要画、啊，如果你有画就画。哦，老师，你连他后面再也都画？对呀、啊。我们不要拆散他们。台中很热闹。台中很热闹，其实台中很热闹。我知道。嗯，那觉得就物价便宜，算便宜吗？那物价有算便宜吗？老师是哪里？台中。台中啊。台中有分什么第一级呀、啊？我说去玩还不错啦，住就再说啦。嗯嗯、天气有好像不错。对，台中的天气他们傍晚也都好凉快，他们物价应该比较低呀、啊，没像台北那么高。就是消费，就是例如说同样的消费，在那边消费好像感觉比较划算。哦。因为那个什么餐厅都很大。真的。嗯。他们就。我没。没去过，所以、他们就那个很大，就餐厅都很大间，你知道？很奇怪的。咖啡的都好。好大间，真的很。我最记得十几年前歌德咖，哇，一棒子的宝贝，真的。下一次我也去。可以去走一走，而且他住宿可以住到很便宜的。这个就在火车站前面而已，这个地带还蛮热闹的。它的公对面不就是台中公园？不是，台中公园还有段距离。是、哦。这，它这边是什么柳川郡？哦。整治的很漂亮。对。要画图也很漂亮。上次去柳川郡那边蛮漂亮的。然后这边我们再加重一点。公车，然后反射那个红色的，带一点哦，这边刷进来。哦，刷进来一点红色的那个光的感觉。台中客运，老师，你写字很漂亮。我没有，没关系，你们就写自己的名字。哇，拥有一间公司，客运车厢写自己名字有点怪怪。啊，不会，你不会写，我知道了，什么意思？哎呦喂，今天是怎么了？什么意思？怎么什么都感觉歪歪的？怪怪的。哎呀，怪怪的。因为这几十年，那个台东变化蛮大。嗯。是大致上，把这里做一下哈。那后面这个车子，再加重一点点。
想要什么车子就自己画哈。嗯。想要宾士就画宾士。好。哦，这车子把那个明暗哈，做一做，然后后面的摩托车，哦，点一下明暗就好了。哦，你不要一台一台去画，哎，你就眯着眼睛去看那个光影，稍微做一下就可以了。哦，对。哦，刚才说的话，摩托车大家要倒抽一口气。哦，没有，不用，没有说要画得很那个的哈。嗯。然后这个挡板哈，有点太亮了嘛哈，因为刚才没有扫到颜色，所以我们轻轻再扫一点颜色下来，就是摩托车的挡板啊，太亮了啦哈，不可能这么白，因为如果这一带全部都是暗的，那这边也会整个都是暗的，哦。这个要画很久。不用的。可是这一张呢，被你画起来。哎，没有啦，其实这张还不错，就是构图还整个是还蛮完整，应该是，只是说细致度啦，要画到多细，例如说，哎，我觉得大致上把整个的光影啊，真的整个感觉，对对对，哎，然后你如果三天不能出门，三天不能画这一张，哇，可是代表你很认真，很用功，很好。这台车的那个暗部为什么是带红色的？因为有一点你带下来，不要整个都同一个颜色，这样看起来变化度就会比较少。所以基本上，这个通常我都会把颜色带过来一点点。色系一样。嘿，对对对，让它色系会有一点关联性哦。累了哦。哦，然后这个车灯哈，我们再画深一点哦。对，这车灯啊，虽然它不是晚上了哈，可是它是接近快傍晚的时候，所以因为它还没有亮灯哈，所以我们颜色这个应该是大概下午的时间，所以那个光线哈照射过来非常的漂亮哦，那个感觉。对对对。这里啊，这里不是有那个光影，有那个光的感觉，有开灯了，都开灯了，不是啊，那个是夕阳，在夕阳啊，光黄，对啊，它那个反射下来很漂亮，逆光很漂亮，我不知道是不是逆光。然后这边哈，哦，这边哈，略微再深，哎，我们先把这台车子画完。说这台车，我们先把这台车子画完。哦，这边稍微深一点。哟，这台车，我觉得还没洗干净。车灯，我再做一下。好，这棵树，那可是哦，这棵树有点太边角了哈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可能也不会画太重哈。我就靠近中心点的部分稍微画深一点点就好了，哦，就靠近这边，哦，啊，这边就先不去处理它。哎呦，这边没有画好，
天。哦，这个是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？路牌哦。嗯，对，路牌。中山路这个。哦，中山路。我眼睛没有，还好。因为我近视加老花，就综合是不是？没有。近视也会老花。会，当然会。可是有个好处啊，就是度数如果没有太深，不用戴老花眼镜。就这样看就很清楚。好，这我们把一些树干吼拉出来。好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其他地方吼，就是说细致度啦吼，只是细致度的问题。例如说，像你这个要再画细一点，中间可能旁中这边可能要再拉一道那个暗面的线。是那个要等干才能拉吗？对，等干了再拉，因为你试试的时候晕开就会没有效果哈。那就是说拉同一边哈，就是说哎，都是下面这个地方，像这个你就拉这边。下面有没有？亮的下面，好，好。那另外一边呢？不要拉这边，拉下面这里。哦，拉这边，哦。这样子它才会那个那条才会立体起来，哦，你尽量把中间这里吼稍微做细一点点立体起来，哦，然后这个是，这个是它的名字，在这里，有没有看到吼？公园眼科，哦，那可以不用那个，也可以不用画了，对呀，侧着。侧者那边有没有？有写一个公园眼科，哦，你可以把那个画上去，哦，你要画也可以啦，不画也可以。这边我那个书，就你如果要画的比较仔细一点点，我是可以画的啦哈。这边哈，靠近这边哈，再加重一点点，哦，靠近这个地方再加深一点点。哦，把略微把那个反光的地方哈，哦，加出来。哦，这边哦有一点反光，然后加重一点点。好，然后人哈，哦，头如果是在亮的地方哈，哦，你可以再用一点点比较厚的这个，降落色哈，做一点点那个头这边有点亮点的地方哈。哦，做一点点亮光，哦，让人，哦，整个都在跳出来。然后脚地方，哦，鞋子如果是白色的，哦，你也可以稍微做一下，点一下，哦，脚啦，我说脚的地方，哦，那其他的细节，啊，你就可以慢慢再修，哦，稍微再修细，你想要修细一点点，就稍微再修，慢慢修而已，哦，但是你就根据我们第一次画的这个效果跟感觉去做，哦，把它做的细致而已，哦，大致上效果是像这样，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好。